哇，各位朋友，大家知道这个是哪里的红宝吗？这次我在香港珠宝展就学习到这个来自缅甸的红宝石，它的荧光反应是不一样的。哇，这个就是这个拍摄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可是现场效果更震撼。这是来自缅甸的红宝石，如果不是来自缅甸的红宝石是，荧光是达不到这个荧光的，OK，所以这从荧光里面来，OK，好了，通你可以，OK，所以这个是这个在上一节的要讲，所以这次去香港珠宝展是一个学习，是一个进步，因为我每次去珠宝展，我都当成是一个学习跟提升的，当然生意也做，可是就对我们。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是当生意来做，我是当我一辈子的职业来做，这个是我自个人的成长，跟专业的知识水平的提升是太重要了。就是，反正我自己认为是，哎，你时间到了，学习东西啊，对了，就是慢慢认真做，我们也做了20几年了，时间到了，生意自然会来。OK，所以就是。学习比什么都重要。这次我们，这也帮很多高端的客户买了几颗红宝石，有一颗甚至达到6万多，非常漂亮的。OK，然后卖了好像5、6颗红宝石，各种的，从2卡拉到5卡拉多的都有。然后金色的珍珠项链很大的一串，几万块也有，非常那个感谢客户们对我的支持了，就很多，有些是老客户，有些是新客户，所以大家对我都很相信。其实珠宝就是一句话，就是相信，因为它不是去餐馆吃个饭啊，哎，这是也牵扯的很多的资金，就是这个信任度占了我不知道占60%，60%吧，专业知识40%，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信任。或者一半一半吧，OK，这我觉得信任是比专业水平更多的，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也要对我人品的信任，还有就是专业水平的信任啊，这两个信任，我们才能长期的走下去。对，好，这次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当然就是还是那句话，全世界最好的货肯定在香港了，所以这是我这。客户委托我去找高端的东西，因为很多我没有在群里面发的，就直接发给要找货的客户，因为他们要找高端的货，肯定就是在香港珠宝展，因为在美国珠宝展没有这么多的高端货。这次海螺珍珠也卖了很多，海螺珍珠也卖了很多，所以就是都是回到亚洲香港去，就是肯定是卖高端的东西了。对，好，那现在大概讲，然后就现在就介绍那。第一颗，刚才我做试验，这个就是缅甸天然无烧的1卡拉91，有证书了。就是刚才我刚做这个荧光反应，你不能当它是不是？因为我记有些人跟我讲，就是用荧光反应来决定它是不是红宝，很多假的人造的也有荧光反应，所以最终呢，我们要 GIA 的，一定要 GRS、GIA、AIGS 这些，或者古柏林。这次去香港珠宝展还发现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现在GIS 一般是小证，那个小的证，这个一个证300块 GIS，可是他现在做一些大证很大的证，比这个大2倍。OK，做这个证书就是要达到一定的级别，这是2倍大。OK，这好像一本书这样子。4500美金，光这个证书，所以哎呀，这一次就是突然多了很多。这当然你要几十万美金以上才值得做一个4000多的，那证明这个宝石的市场就越来越完善。OK，就是说，哎，你要高端的，他给你高端的证书；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般也卖一般的而已了。这次我们卖的最贵一颗，也就是。6万块左右的一个，对对对，因为这些如果做4500的证书，肯定要10万以上的你才值得做嘛。你三四万也不需要做4500的证书吧？OK，好，那这个是，它不是完美，可是关键，它是缅甸无烧的红宝石，你只是要买这个宝石就13000，接上这个坐子就这个。
就15500 ，OK， 15000啊，封建游人，随便你怎么弄啊。好，这个是那、啊、这个是19900，这个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有 AIGS 天然无烧鸽血红，18K， 3+02主食红宝石。有 AIGS 鸽血红了 ，OK， 反正大家要买的话，肯定要看证书，看那个，然后它可以吊嘴跟戒指两用，非常good，性价比，我们就讲真的性价比很高。你光这个坐子，定做这个坐子都要4000-5000美金的 ，OK。然后这个有 GIS， 这些都肯定很快卖掉的了啊，就反正我们就是18K 天然无烧 GIS 鸽血红。主食是2+，才12800。OK， 市场上你找不到这种价钱的 GIS， 啊，非常便宜，这些肯定嘛，就是肯定能卖掉，就是看卖给谁，还有对对对，哎，艾美丽小姐，对对对，早，对对对，早，先等等，对，然后这个也是戒德天然无烧鸽血红，1+28。也有证书的，然后基尔德现在也是4900而已，哇，太超值了，光这个座子也要3000块呀、好，这次是很开心，有一些红宝石的，这个也有证书，看看是18K 无烧红宝石，主食 total 2+多，有 CGRL 证书的鸽血红啊，都有证书的 ，OK。这个才4300，非常漂亮。你4300，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的。平常我们戒指多，就是手链比较少啊。这个也是，这个5900，18K， 主食是1+01 CGRL 鸽血红，18K。哇，很重啊，8+多克，才5900，很超值的，对，超值，然后这个更多功能了，这个还可以做吊嘴，做戒指，跟哇三用款，这个就6500三用款 ，OK， 要有证书，戒德证书，主食1+01。那如果这些没有写缅甸的，肯定不是缅甸的。那你看这个可以做 pendant， 做戒指，做吊嘴，三用款，6500，哇，漂亮啊！然后这里粉钻有几个？哇，这个才6000 ，light pink 52分 ，light pink vs two， 哇，也是很超值，6000块而已啊。Light pink 52分，对。12000 ，Flame pink 86分 ，IF 哇，干净度非常高，也是两用，戒指跟吊嘴两用。这个8800哇，性价比很高 ，Flame pink 70分 ，VS one。9000 ，light pink 70分，都是两用款的 ，OK， 9000，哇，这些性价比都很高，正常市场你真的 double 都买不到 ，double 都买不到啊，粉钻，这些都是以前的价钱，现在今年粉钻涨了大概30%-40%，哇，太漂亮了，好。所以大家就跟着梅老师的channel 周围去，全世界的去，然后对，如果你要找特别的东西，你就提早跟我讲，因为我其他朋友有些有一位美女，她跟我讲要找2-3+的鸽血红裸石25000，我就找不到，因为出来可能要4-5万，所以就跟她的 budget 有差距，就没办法找到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价钱每天都在变了，就是说，哎呀，有时候就
碰到喜欢要咬咬牙，咬咬牙就买了，就那个，因为你要找高端的货，就是，有时候就是要真的咬咬牙 ，OK， 它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你很满意的。如果真的满意的话，咬咬牙。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对，反正就是哪里有珠宝展，梅老师就去哪里。这每一次珠宝展，我是，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来认真的面对 ，OK。当然买卖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我自己的个人的提升，个人的成长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为大家对我的信任，就是我要更做得更好，来回报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谢谢大家。